你額有朝天骨，眼中有靈光，仙人托世，神仙下凡，終於俾我等到你，米玉。雖然我泄露天機，災劫難免，但我命中注定，就算我冇再大嘅危險，我都要同你喺個船上噶。聲，聲，聲，聲。唔該，俾碗哪吒面啊！碱水面冇过冷河，所以成碗汤有碱水味。鱼蛋亦都冇鱼味，但你为咗掩饰，专登加啲咖喱汁，将佢做成咖喱鱼蛋。但系咁做太天真，因为你煮嘅时间唔够，咖喱味根本只系喺表面而冇入到里边，掂到汤之后仲要冲走埋。好地一粒咖喱鱼蛋，俾你整到冇鱼味，亦都冇咖喱味，失败。萝卜冇拣过啦，太多渣失败。猪皮又煮得太腍，冇咬口啊失败。啲猪红中爆泡，一夹就散，失败中嘅失败。最惨系啲大肠，里边都未通干净，仲有嚿屎，你有冇搞错啊？喂，屎啊喂！喂，屎啊喂！喂，屎啊喂！攞去闻咗佢啊！唔好咁幽默好喎，我视为唱你有屎嘅。唱乜鬼嘢啊？话明哪吒面有两嚿屎有几咁奇啊？$23啊！你俾我啊？去去，讲咗咁耐嘢，俾翻$30嚟睇医生啦、啊！俾下面啦、啊，话晒都食神啦、啊！食神？食神！你额有朝天骨，眼中有灵光，仙人托世，神仙下凡，终于俾我等到你啦！我神仙喺呢区都起晒朵噶啦，使乜你讲啊死婆？喂，品食啫，唔使咁 hurt 我系嘛？死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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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婆！全港至尊名厨大赛现在开始。师傅嘅皇帝炒饭，好，居然将啲米酿喺基围虾里边嚟蒸熟，再用原只吉品鲍鱼渣汁，加上极品官盐嚟炒。表面上睇起上嚟平平无奇嘅炒饭，其实金雕玉砌，高深莫测，不愧有炒王嘅称号。可惜水分太多。饭粒太软影响口感，因为你连炒饭最基本的常识都忽略了，要用隔夜饭炒啊，炒黄零分啊。跟住试食嘅就系锦江饭店大厨刘三师傅嘅锦绣多味鱼，哇，居然用酥眉头、星斑背、三刀腩、腊鱼身、鵪哥尾嚟重新砌成一条鱼，仲要一边蒸一边炸。每种鱼两种食法，总共十种不同味道，条鱼真系受咗辐射咁，睇见就想呕啦！你仲话叫我食零分，翻屋企自己检讨下。我你咪就多嚿鱼咯，你多嚿鱼，你又多咗几嚿鱼啊？你多咗几嚿鱼啊？即刻要试食嘅就御膳房陈东师傅嘅素菜金柳佛耶。以你味斋菜材料变化丰富，刀工细腻，造型突出，连最难雕的豆腐都被你雕到十分精细。雕几耐啊？雕了成日噶啦。咁
咁咪得个雕字臭晒啦，你闻到嘛？闻到。不过主要呢个菜式咧，显示我快刀手嘅刀工啫。唔该，伸出你嘅左手，突出你嘅中指。快刀手就切选手，好嘢！而家只系整得五羊作家大厨杨振清嗰味乾坤烧我啫，睇嚟今次要攞冠军，佢好稳阵啊！冻晒啦，零分收工，咪住！佢系乾坤烧啊，都系内有乾坤啊！其实我哋食里面啲禾花雀咋，啲禾花雀吸咗烧鹅嘅香味，而且保温，喺呢个时间食啱啱好啊！我要个细节，我都计算埋嘅。食神，你无话可说吧？精彩啊！今届至尊名厨终于诞生啦！睇住，都系零分。吓？喂，唔系啊嘛？点解啊？因为太丑样，冇可能嘅。我哋黄花雀系八中选一，无论身材、样貌都一等一个。我并唔系指啲奖，系指阁下。我丑样？喂，我请关送咩事啊？关事，市民见到阁下个样，仲边有胃口食？所以我都唔敢望你。丑样冇罪噶。作为一个厨师，应该考虑到食客最细微的心理，等于三级片的女星都要去隆胸来取悦观众。你有啲潜质嘅，不过整咗容先讲。估唔到食神对菜式嘅要求系咁严格，究竟点先可以煮到一个无懈可击嘅餸出嚟咧？其实煮食之道最紧要系一个字。彩虹鲜花拔丝是我送给大家的甜品。吓，是个心字？冇错，只有用心才可以做到最好的菜。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它究竟是神仙的化身呢，还是地狱里的使者呢？无人知，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食神。你就这样神仙的化身就行了，你讲什么地狱的使者啊？地狱关我什么事啊？我谂住加少少神秘感俾你啫嘛，你谂住？咁几时轮到我谂啊？喂，神秘感啊，神你老母，黑晒画面，一眼 spotlight 打落嚟，打到你条粉肠成只鬼咁噶，你啲仲嫌唔够神秘感？我而家唔系拍恐怖片啊，大佬。导演叫噶。我导演，你同我搵人买起佢，跟住你再同我搵人买起你，有啲咁嘅废柴导演啊，要有你啲咁嘅废柴师而大家配合埋一齐先嚟煽到我啫嘛，你而家咪玩我啊？对不住，我保证下次我执你个。你条废柴，你记住啊！你系一碌废柴，你唔好行翻，你碌翻去好啊！你，各位师傅，辛苦晒。我哋要
啦，食茶。冇咁講，冇咁講啊！跟你學嘅，跟你學嘅，應該嘅。多幾嚿魚啊！你整好耐啦，有少少幫手開聲啦。喂，一定。我同你封大利是系真，你知道收我大利是嘅咩？你知道收咗我钱噶嘛？咁你唔好成场鬼晒咁嘈啦！我老头又好大声嚟讲噶啦，唔系大声就好气噶，杨师傅。呢尤其是最嬲尾嗰句好好味啊，嗰句啊，你戒到几硬几假啊？盲嘅都知道你做紧戏啦，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当时要你整嘅水晶胶加双氧水，咁梗系水晶胶加双氧水啦，唔系我料到个字出嚟，你一早知噶嘛呢啲嘢。难顶啊！咁梗系难顶啦，而家就系要你难顶啫嘛！你仲喺度驳嘴，你以为真系有料啊？有料你企喺度插我，唔系我企喺度插你啦！你啲咁嘅死蠢，你俾咗我两年前唔好露皮，我一脚掟你落下边花园道啊！再挂喺皇后像广场嗰度嚟鞭尸啊！你啲咁嘅，即刻同我含住啲烟头企喺个落头啊！嗌好好命，嗌到我满意为止啊！喂，好啊，好啊，好，唔该，多谢。喂，你一大快乐升咗几个价位喎？你唔通知我噶？咩？我唔知喎，我自己都唔知，我发誓我自己都唔知。我倾翻生意先，我一嚿嘢谂住借助你个大名，睇下大家有冇得合作吓。即时会面。而家市面上流行嘅即食面咧，系有53种，一年嘅营业额系有13亿，即食碗面占其中嘅33%，竞争都好大。包装唔错啊，个细就负责搞嘅，好崇拜你噶 ，Richard。叫史蒂芬哥啦，史蒂芬哥，咦 ，Richard 好 Richard 喎，受过高等教育顶啦，系啊，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仲有呢个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双硕士学位，我喺等我讲下你产品嘅设计啊，你做咩啊？你行过嚟做咩嘢啊？你喺嗰边讲你咪讲咯，呢度系你行埋嚟嘅咩？你边度乡下啊？潮州。噗！你有冇你晓唔晓规矩嘅啫？唉，你真系仲话硕士学位、食屎学位啊啩？你行过嚟做咩啫？人哋叫你吔屎啊，听唔听到啊你啊？喂，算啦，唔好吓亲啲细阵。咁系啊嘛，呢个细阵我唔教，边个教佢啫？定啲嚟啊你，唔好手震啊！啊，乖啦 ，uncle 笑翻。啊！喂，你呢碗嘢咧，我睇啲鱼蛋曳啲，松泡泡冇弹力噶。我嚟食啫，要咁弹做咩啊？打乒乓波啊？边个话唔可以打乒乓波啫？喂，原来都几弹喎！饮杯先啦，衰鬼！衰鬼！喂，呢只嘢你几时要几时揾我？赴汤蹈火，上刀山落油锅，好兄弟，真系好兄弟啊！睇住我，大佬，靠你啊，大佬，合紧交杯。需要咪打呢个电话咯，包完唔见你益下我。祝大家一阵啊！我叫做唐牛，我系中国厨艺学院105届毕业生，我煮嘢好食噶。啱啊，煮嘢好食咪中需阿食咯，喂你请埋晒啲傻仔唔掂噶喎。我唔识佢大佬，唔系呢啲人嚟咩？阿肥牛，你边个部门嘅？我唔关事嘅，我行过嘅啫。吓？其实我好仰慕食神你，所以想听下食神你有冇可能俾个机会我或者吓啊俾我跟住你执头执尾啊！扑你个街！神娇做咩啫？锁佢啦！我有话锁佢咩？你好想跟我咩？系啊，你叫我做乜都得噶。即刻喺电梯口屙督屎嚟睇下先讲。
添。今日九点钟上41楼揾 Amy 啊！喂，啊，咩、我中意啊，中意点又点？嗱，呢啲就抛下啦。多谢，多谢晒。做乜事啊？做乜事啊？老细今晚留喺度食饭，我攞咗啲红酒上去，而家发晒味啊！攞错咗边支上去啫？佢要八二咯。我呢支咪八二咯。我攞咗啲八三啊嘛。咁仲唔嗱嗱声攞上去？啊，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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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佢。周生，你支八二年啊？呢。吃嘢啊！点解会咁嘅？我其实系个好人嚟嘅，我都有同情心嘅，你哋估我唔到噶啦！快啲食嘢！点解又会咁嘅？兜口兜面同你讲咗噶啦，你估我唔到噶嘛？快啲食嘢！一次咪够啦，仲想整多次？哇！俾你估到我想嚟多次，我仲有面嘅，咁仲得了嘅？系，我真系戆居啊！我真系估你唔到啊！我当面讲两云噶啦，俾你班蛋散估到，我就唔系食神啦！食神好嘢啊！使乜讲啊？掂啊！张台又咁窄得咁窄，张凳又咁逼得咁逼，米凳又坐得咁舒服，食完嗱声好走，饮桶又咁燥得咁粗，冰又咁大嚿放咁大嚿杯水，咪嘬声饮完买个第二杯咯。你咪新嚟噶啲嘢要我教，你唔好一味得我鸭做啦，仆街。周生可以剪彩咯喎。好嚟，准备好未？准备好未？预备。喂，你间分店又可以整一个大花落对面，认真唔得啦，得唔得啊？所以，周生，多谢，喂，唔好生，多啲，剩翻一嚟咧就有 fans 同你献花，跟住你上台咧，边个识得请啲 fans 翻嚟献花咁有计啊？唔系请噶，真系你 fans 啊！啊，女学生斯斯文文等你好耐噶啦，啊？乜咁啱嘅？咦？乜咁啱嘅？乜咁啱嘅？乜咁啱嘅？乜咁？乜咁啱？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只心里言，系问为何共他见一面，乜咁啱嘅？美丽印象似初恋。拜拜。默默望着星，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早晨，烟花。系啊，我知啊，嚟得未啊？嚟咗等你啫嘛。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穿越，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伴着月落。各位，我哋今日庆祝唐朝第50间分店开张典礼，即刻就开始啦。时辰亦都站啱晒，可以请阿灶君入厨房啊！但系我哋趁住仲有些少时间啦，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唐朝新推出嘅刻骨铭心初恋。金银情侣套餐，孔子同耶稣都讲过初恋无限期，所以我哋拣咗呢个题材，加上高贵嘅用料，每个套餐只系卖99.99，一嚿水都唔使阴功，
隨餐仲要附送印花一個，集齊印花五個，再加99999就可以換到呢個刻骨銘心嘅骨頭鏈嘴。呢、這個鏈嘴因為經我食神開光，所以對於青年男女談戀愛有妙不可言嘅功效嘅。加埋印度神又仲如虎添翼添啊！不如請阿食神為大家示範下點整個早餐啦！天下丑啊，少不免噶啦，但整得唔好，大家唔好香好啊！哎，整得唔好，你又唔係食神啦、啊！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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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哋要重金礼聘一批热恋中嘅猪，偷佢哋唔系要将佢放血，再用佢哋嘅血即系朱红咯、啊。诶，系浓情化不开嘅朱红，做咩啊？见到啲同类嘅血，有多少难过啊？然之后我再将佢哋嘅皮炸成金黄色，即系猪皮咯、啊。是情比金坚的炸猪皮，即是猪皮咯。再将一生只恋爱一次的巴黎狗棍与喜肉打成鱼蛋，再放在印度的感情咖喱上面。咖喱鱼蛋，猪红猪皮鱼蛋，有冇萝卜添啊？嘿，呢啲系多事啊，呢度唔使你出去帮手招呼人啦。系，其实梗系唔少得代表天长地久嘅韩国野生萝卜，同埋一条荡气回肠嘅猪大肠，再铺喺烟韧前面嘅生面上面，就一家团聚成一碗街边嘅那盏面。诶呢碗嘢咪99.999过唔过分啊？不过一碗那盏面能够整得好食都唔容易、啊，因为越简单嘢越难整啊嘛。吓、所以个意义咪知唔系就系咁咯？好，就等我试下你碗那盏面啊！咖喱鱼蛋冇鱼味，咖喱油入味失败。猪皮煮得太淋冇咬口失败。猪红松泡泡一夹就散失败。萝卜拣都冇拣过，一口都系渣，失败中嘅失败。猪脷煲系个大肠，完全冇通干净，仲有嚿屎，你有冇搞错啊？栋笃笑咩？家叫你做叻啦，翻就喺后台补妆先啦。你咁样做生意，你有冇良心啊？石桥，石桥。呢嚿骨头啊，我每晚有份垃圾桶度执噶，点解得埋成嚿水？你咁样呃啲顾客，我实在睇唔过眼啊！我唔会再帮你做啲咁嘅嘢噶，啲咩食神啊，抢呃人仲识唔识煮嘢啊？仲识唔识揸镬啊？仲识唔识揸刀啊？仲我走先，人哋问紧你嘢，你答咗人先走得。咩啊？啊？好嘢！你根本就冇资格叫食神。唔会喺度同你惨，你悭啲。你连喺街边卖哪吒面都冇资格啊！对不住，你已经唔系本集团嘅人。你再喺度反一封嘅时候，我叫警察。你冇资格企喺我面前讲嘢，我先系食神。你连同我玩难都未够，班啊契弟！你想玩我？我唔怕鱼啊！嚟啊！我买起你全家都仲得啊！你恐吓我冇用噶，有人喺度捣乱，唔准拎！够胆拉把菜刀证明俾大家睇，你仲识猪一份？我唔识。身为一个厨师，你连揸刀的基本腕力都冇。哇！我狂牛嚟话你听，点样整一碗靓嘅那吒面？既之若心，我才是真正的食神。好啊，好啊，真的
估你唔到啊！我系中国厨艺学院105届毕业生，我煮嘢好食噶，煮嘢好食噶，煮嘢好食咪中追阿成，食咪中追阿成咯。好嘢！我先系真正嘅食神。阿周生，有50几个客人喺你餐厅食咗牛扒餐，感到不适。我哋怀疑你用咗英国走私牛肉，而家请你即刻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喂，我听牛肉好抵噶，有需要打呢个电话。好抵噶，有需要打呢个电话。都咁窄，啲飲管又咁粗，都咁粗，啲冰又咁大粒，得咁大粒，啲薯條又咁熱氣，得咁熱氣，等啲僆仔食完之後又咁口渴，得咁口渴。呢啲嘢你應該知，唔使我講噶啦。咁樣對啲小朋友嘅健康好似唔係幾好。以前史蒂芬州除咗插你哋之外，有冇開拖打你哋啊？嬲得我，冇逼我啊嘛！我好人嚟噶嘛，睇住啊！感觉太多渣失败，猪皮又煮得太淋，冇咬口啊失败。猪红中爆泡，一夹就散，失败中嘅失败。最惨系啲大肠，里面都未通干净，仲有嚿屎，你有冇搞错啊？系啊，话明啦，等面有两嚿屎有几咁奇啊？$23啊！你俾我啊？喂，讲咗咁耐嘢，俾翻$30嚟睇医生啦。俾下面啦，话晒都食神啦。食神？食神。唔系讲笑啊，真系。喂，帮帮手啦，做兄弟大家一个几好都好啊。唉，喂，封翻封唔住啦。拍硬档啊！唔好阻住做生意啊嘛！点啊你？冇事冇事冇事，咦，已经见晒红添喎，真系。哇！你话真系要睇医生，我咪俾翻多少？玩嘢系嘛？冇嘢冇嘢，唔好意思大佬啊！你玩又嚟玩啊！大家好兄弟好唔好？好兄弟咧，我食神啦，咪俾下面啦，大哥。对唔住对唔住，唔好意思，真系。俾我中翻锤先啦，乖啊！快走走走，一齐啊！
啊？我哋啊，做自己啊，是但啊。我伤刀火鸡阿姐12岁出嚟庙街碌，乜嘢风浪未见过啊？你睇得咁嘅二打六嚟踩我墙，你吓鬼啊？火鸡，你讲咩啊？我要踩你个墙咧，肯定唔止咁少人。我嚟又话声俾你听，以后濑尿虾就跟我。你话跟啊跟啊，你话你天王老咗啊？牛冤单你都未同你计啊？咁讲反，食屎都得啦。留意咩？就各有各做，坏了啊！我帮你做，咁唔使讲规矩啦。我依家就系同你讲规矩，总之四四六六倾掂佢。就同你四四六六，你哋四我哋六。唔系啊嘛，我撞聋啊！不如九一，我九你一。我俾曬賴尿蝦你又點啫？你識整咩？我哋唔識，你哋識咩？我哋堅記嘅椒鹽賴尿蝦，不嬲都買到出曬位嘅。仲有啊，辣椒同華鹽比例啱啱好，鑊油晚晚都換嘅，奉旨冇油溢味啊，火爐啊十足，連啲蝦殼都炸到卜卜脆噶。咁搞法就冇咗賴尿蝦嘅鮮味啦。邊個係辣隻做啊？總之我哋白菜蝦鮮味十足。白灼。去整翻呢啲一撇屎嘅牛丸啦！你啲牛丸做唔掂，唔通立埋我啲濑尿虾啫啩？牛丸你唔做，我哋做埋，俾张好牌你，你都唔识上。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啦，笨！边个？边个又搭爹？阿太度讲紧嘢，边个夹硬插咗去？唔好俾咗啲僆，系你啲僆，我唔得。我啲僆咁有家教，肯定唔系佢哋讲。系咩？逐个讲，争咩啊？沟埋你做濑尿牛丸啦，笨！有讲个笨字咩？肯定有啊！我春兴顺风耳啊！你有事？争咩啊？沟埋就做流利牛丸啦，笨！唔系你争咩啊？沟埋一齐做牛丸濑尿啊，笨！你佢使唔使近下近下先讲？随你沟咩啊？哎 ，sorry， 讲过啦，继续啦！争咩啊？沟佢嚟做濑尿牛丸啦，笨！你年轻啊！就炒你5蚊就晒咯，哦！你讲咩春啊？面淋咩咯？面淋啊！你快食屎啦！争啊濑尿牛丸，争牛丸啊！争咩啊？争咩啊？沟埋一齐做濑尿虾啦，笨！小咩？讲啊！争咩啊？沟埋一齐嚟做濑尿牛丸啦，笨！哎！走啦，笨！嚟赞咩啊？沟埋一齐嚟做。咪住！你再讲多次。你啊，赞啦，笨！
再清楚啲講多次。阿拉笨，黑幾垃圾，仲怪你？喂，我咁求其都認得出。喂，你把聲咁弱，化灰都認得啊！伙計，你嘅人啊，點睇啊？阿三，就爛攤成塊窒頭窒勢，冇大冇細，雙倍手指尾手指公啊！手指甲啦。啊！人头边个够胆喐佢？咁咪真系算唔掂啊！你系我嘅人，我唔揽佢个众西出嚟行嘅。咁即系唔使讲废佢啦，行开！又赖尿啊！牛丸乜 Q 都俾晒你做，咁得啦啩？唔该晒你啊！做兄弟唔使讲嘢。好似你咁够嘢嘅人真系难揾。情义。大尿牛丸，冇错。点解会咁弹嘅？因为粒牛丸中间系空，原理就好似而家鞋底有气嘅 air 波鞋一样。我想点弹得唔得？快啲啊！好爽啊！爽啊！爽啊！全靠佢啫。我计只个腕力惊人，只有佢先可以打出咁靓嘅牛丸。因为平均每底牛肉需要26,800多只不停系咁中系咁中，但系濑尿牛丸点濑尿法啊？成粒拍落去睇下点。一齐嘅味道，居然比老鼠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比我嘅初恋更加诗情画意。所谓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事，好事。喂，大佬，冇嘢啊你。吓，呢个名点啊？名我都改埋啊，爆浆濑尿牛丸。呢仔我睇发达都知。讲啊，你当我揩噶？咁易发达，我梗会讲啊。我信佢，应该点做？梗系开间铺头做旺佢，搵咗第一阵钱先啦。哇，咁我咪可以换个部最新嘅卡拉 OK？ 我计讲出嚟都俾人笑啦，梗系买层楼收租啊嘛，咁先至系最高张。梗系啦，不过如果俾我咧，开分店，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四间变八间，八间之后上市，上市咪再集资啦，跟住炒股票啦，搞埋地产啦笨，跟住。再分拆上市，到时净系收股息，我都唔知点计。吓，思华，你明啊？明就唔系好明啊，不过听落就好有计啊。哇！啊！啊！整碗瀨尿牛丸試下啦喂！食咗唔會瀨尿噶，好過癮噶。咁咪做成第一单生意咯，距离上市集资近咗一大步噶啦。喂，快啲攞份报告俾我啊！真的啊，做嘢。
子话题就系连群医都束手无策嘅厌食症，竟然俾一粒叫做濑尿牛丸医不好，而喺短短嘅时间仲卖到街知巷闻添。而原来发明呢一粒濑尿牛丸嘅就系饮食界嘅传奇人物，钱塘潮饮食集团主席，曾经有食神之号嘅史提芬周。诶，系啦，史提芬周，点解你呢啲嘅濑尿牛丸会咁受欢迎啦？吓，我谂问我系唔公平嘅，最好问一问啲顾客为咩事要嚟帮衬我啦。阿细路，为咩事你要嚟食濑尿牛丸啊？自从我食咗啲濑尿牛丸之后咧，啲脑筋好咗好多啊，次次考试都得一百分添啊！真系咁劲！哦，我食咗之后唔系靓咗，我食咗之后个人明显高咗、大只咗，个自信心翻咗埋嚟。你今次重出江湖咧，系咪谂住东山再起咧？东山再起。咁你可唔可以总结一下濑尿牛丸嘅成功秘诀啊？好简单，好食、新奇又好玩。好玩点玩啊？我忍不住买刀，点会话俾佢？你真都要人发围先得噶，你唔求处，始终细埃嘢，发围极有谱啊！你把佢发围点起咩呀？牙都可以打乒乓波嘅牛丸，而家全香港边个唔知啊？系咪食咗真系会濑尿噶？其实会濑屎嘅。奇迹啊！一流啊！真系奇迹，难得你哋有咁好嘅开始。但你哋攞曬所有嘢去做抵押，開二十間分店，我覺得冒險咗啲咯。你覺得冒險咗啲？跟住開住兩間先都好啲咧。阿周生，你都既然贏咗第一鋪咯，唔使即刻擺曬落去再搏啫。唔好講咁多廢話啦，你識條春咩？我做生意使你教。問題係，周生以你以前嘅記錄啦，對我哋銀行借錢嘅嚟講啦，係好困難嘅。我諗你係對我哋只牛丸冇乜信心啫。话时话，真系未试过。我不嬲都好少食呢垃圾嘢嘅。试下，试下。你真系借咗钱俾佢？唔该晒。拍咩戏啊，老细你估到我系照做啫。条靓仔隔你条命，我知佢想点啦。开分店喎、啊，分店全部开喺山卡拉、赤立角、沙头角，最旺嗰间牛头角，仲要喺地牢、啊。喂，你学过风水未啊？知你识睇啦啩？啊，睇唔睇到啊？死路一条啊！多多钱都借俾佢啊，等我先一大镬啲。多次，佢哋攞晒啲钱去出罐头啊！出罐头？系啊，全香港2800间超级市场便利店将会有得卖，所有铺头位置嘅分布图我已经 set 咗入电脑。
咁你今次入选锦旗奇才有咩感想咧？系啦，好似把场梦咁。已经证明香港系一个奇迹嘅地方嚟嘅，只要你努力，梦想会成真。咁望望呢边啦，衰鬼，衰鬼啊！你去过咗边啊？咁耐都唔 call 我，以为你死咗咯？我系死咗，但系点到你唔服啊？点解我要服啊？点估到我又翻生啊？得噶，旺晒咯！我唔记得恭喜你添。哎呀，大笨佬攞奖几咁慢啫？呢度班奸屎烂鬼都攞奖，今次难能可贵啊嘛！讲咩啊？呢个世界镬镬新奇，镬镬金啊嗱，正所谓。点到你唔服啊？点解我又要服啊？如果我唔攞呢个奖，我点有资格参加下个月嘅食神大赛啊？哇！真系服到我双膝跪地，七个一皮咯！叻仔啊！咁我唔系想话俾人听我叻，而系想话俾人听我冇咗嘅嘢可以攞得翻。喂，等我讲句真心话，周生你得噶，但系真系俾心机学下点煮嘢啊！中国厨艺训练学院。梗记得啦，报名添啊！听日好咯、啊，喂，见到佢咁我就开心啊，浪子回头啊！嗱，真噶吓、啊，无论你以前几咁阴质乸渣下流贱格，只要你肯改过我哋，大家一定俾机会你噶嗬！嗱嗱，唔好打我啦，我人讲嘢系咁直噶啦，我人好真噶，我真系为你好噶。其实我成世人就系睇漏咗你一眼。哦，周生，哦，你睇佢样。几个天真可爱啦，几得意，几活泼，又识赖屎又成咁啊！点估到原来食屎最叻就得咁。死咯！都喺廟街起碼襯咗十幾廿年，跟住就要上軌道搬架步，祝我哋瀨尿牛丸生意蒸蒸日上。飲杯飲杯！嗱，我就祝你聽日翻大陸學煮餸，早日學成歸嚟攞翻食神個朵。關你差事啊！講笑。喂，各位，今晚我哋最後一晚喺廟街，大家睇清楚，聽日我哋殺進廟街。放眼世界，雞姐話唔走嘅喎。啊，火雞又搞邊科啊？雞姐話生於斯就長於斯喎，從一而終，經典啊！我揾老婆揾呢啲，知你想 check 佢好耐啦。你雞姐好靚女㗎，原來佢想 check。嗱，你有冇？喂喂喂，講真啦，三年前火雞真係跌得杯落㗎，不過有一次同人撒秘，先至搞到破咗相咋。因咩事同人撒秘？冇人講過，真係唔知。呢單嘢問我啦，嗰日得我見到啫。坤叔嘅頭馬喪彪嚟雞姐檔嘢食宵夜，搣咗雞姐之旗。搣咗佢之旗？邊個搣咗我啲旗啊？呢個仆街係我當我搣咗支旗嚟收尾睇。你老味，你有冇錢都俾你用啊？你快啲
咩啊？我租用人擤鼻涕啊！你吹啊！你知我边个？讲俾我讲嘢，唔好俾佢啲旗，全部将我挡倒晒佢。做嘢，大佬，还啊！刀头一刀，达拉用牙头去到鼻哥窿，你在佢档口前面啫嘛。跟住米龙骨再中多刀，插住条孖筋就搭住条三叉神经线，影响到大脑中枢系统，连棚牙都爆埋出嚟啊！鸡姐个样咁就一世，支旗仔真阴功。咩嘢旗仔啊？咪你支旗仔啦，我支旗仔，你当年食神之旗仔啊！开报噶，尤其是佢中意你抱 B B 仔嘅广告啊，话你好有爱心。真系你天字第一号忠实 fans 嚟噶。食神，喂，咁啊真系恭喜晒！你讲咩啊，肥俊？是他叫我借些东西告诉你，不过既然我就算了，不是什么丑事，真的很猛的。咦，你今天自己一个回大陆，没人陪你吗？我陪你啊。逼先在大陆啊，世界感觉差嘛，我计划晒对你有情有义啊。喂，唔好讲咁多无谓嘢，而家我找不到中国传艺训练学院啊。唔系啊嘛，我班人清都有噶。系啊系啊，乜都有啊，呢度厕所又有啊，少林寺又有啊，系冇中国传艺训练学院。冇理由嘅，大傻个细妹个老母个大佬个仔话有噶。系啦，你翻嚟先啦。仲翻嚟？我而家着紧草，你知唔知啊？唔使惊，我而家都唔喺度，你走咗之后佢都失埋踪啦。去咗边啊？佢点啊？咁点啊？我买咗好多日用品俾你啊！你上次走得咁快，我都俾唔切你，专登攞上嚟俾你噶。啲人买咗唔好嘥啊！多谢晒啊！喂，帮我做翻啲嘢喎。帮我喺旁边画多个心，再搵啲箭嘴穿住佢。唔好搞咁多嘢啦。俾我做个纪念啫，嚟。阿姐，大家好兄弟，唔怕坦白讲，即系你搞成咁样样咧，其实我都好遗憾，亦都好感动，但我都唔想噶嘛，你明白唔明白啫？明，我梗明啦。帮我画咗先啦。咪画冇问题，画个心几暗闲啫。但系大家好兄弟，好多嘢一定要讲清楚。喂，
我山长水远嚟到呢度，嗌你帮我画个心啫嘛！你咁都走我影，你唔念下我为你做咗咁多嘢，都念下我为你挡咗咁多刀啊！啲嘢唔系我叫你帮我做噶嘛，啲刀又唔系我叫你帮我挡，咁查实关我咩事啫？如果你咁讲，人人走埋嚟话帮我挡两刀，又话要咁，又话要咁，咁我咪好唔掂？好多嘢整定噶啦，有就有，冇就冇，系冇嘅，你挡多廿刀都系冇噶啦，你明唔明啫？明唔明啊？喂，明唔明啫？阿伟。因为今晚九星殿主必有怪异，放心，佢会永远消失。第二十八届超级食神大赛仲有分钟就开始啦！首先有请今晚嘅评判，国际美食评审主席，有被公主之称嘅薛家燕。仲有半分钟，根据大会规定，所有前来嘅参赛者一律取消资格，绝对保情况。一位参赛者就位。我今日车过晒，真系冇人嚟。比赛即将开始，吓得我！咦，你咪阿婶，拍硬档撑快两步啊！唔该，最快系咁噶啦，咁冇办法啦。啱啱講得切，你阿弥陀佛，請問你係邊位啊？少林寺方丈，法號夢遺，阿弥陀佛。我随风而来，随风而去。喂，我是史提芬州老友，俾下面得啩？喂，唔该啊，唔该啊。石桥，将啲无谓人掟出去之后，顺便三枪落闸，冇再俾梦遗人入嚟啦。好啦，最后一位参赛者都经验赶到，比赛正式开始。Thank you.
已经成为了萧林子的族家弟子。啊，知若愚，佢与佛有缘，我立本住慈悲为怀嘅心收留咗。诶，美玉，你咧就俾啲有毒嘅冷藤咧嚟吉亲，而家好在咧就未落到去百户穴啫。如果唔系咧，你系死梗噶啦。啊！我咧已经同你注啲毒咧，注到七七八八啦。而家咧就剩翻呢度啫，就俾我注埋先啦，唔该啊。行开啊！你既然唔俾我注，我都唔勉强你。你大和乐坊最近人好小气噶。我最憎人在我背后讲我坏话。out 啊！出局。我出局。而家是选食神。不是选买班小丑，食神除了煮嘢好食之外，台形都很重要的，你咁就想做食神，我咁易。少林寺十八铜人。少林寺十八同人，得意方丈，你想走，我跟你去。out。 啊？点解啊？睇下你个样，而家死老豆啊，苦口苦面，花旗政府瓜啦，出宫。食神最紧要是专心一致的，我只是少少动作啫，你哋企晒喺度啦，成何体统？真系令我失望。out 出局。若然再封人出局，只怕再冇人比赛噶啦。我自有分数，全神贯注，气定神闲，由头到尾都冇望过一眼嘅，只有佢哋两个自有资格。为什么要杀你？不尴尬，因为我喜欢咯。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我佛就是佛，不过整佛雕像。咁啱，我又是整佛雕像。悭啲啦，我以为演白沙嘅头再出到古装就真的有计啦。我够得咯。想咗食神嘅位抵死啦！我做乜佢跟住我做乜？唔系啩？嗱，你见到啦？比赛系咁噶啦，好似游水跑步咁，又唔系你做乜佢做乜，有乜好抗议啊？抗议无效。仆街！
嘅咩？屌！真系去咗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唔好扮啦！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即系少林寺嘅厨房。你亦都系少林寺走出嚟嘅叛徒，冇理由噶！我学艺十年，你只系去咗一个月，冇理由咁劲。呢啲嘢唔好讲天分。先可以行出呢笪订房啊，兄弟。喂 ，D 啊，喂，除非方丈话冇嘢啦。咁啊，方丈几时先算数得噶，大佬啊，真系。你睇下，那个老嘢啊，13岁嗰时候就得住方丈啊。系啦，咪一直运到而家都仲运紧咯。即系即系点啊？花大啊嘛。即系点啊？曹大 D 啊，炒啊呢铺。六家欺人太甚啊！少林寺十八铺长。单止喺少林寺嘅厨房学会煮餸嘅秘诀，更加喺18同人身上学会上乘嘅武功。呢一扎金粉饼果然名不虚传。好轻功，轻功奥妙之处系可以令一个好似海狗咁重嘅人飞到老年咁高，期间仲可以鬼杀咁重。好接凳，接凳奥妙之处系可以藏于文具之中，随手可得。仲可以坐住距离掩藏杀机，就算被差人拉到，亦都错你唔入，真不愧为7种武力之首。多两下好啦，仲有3分钟，因住时间啦吓。点弊啊！发飙上天会爆炸，系唔容许嘅，应该放你出局噶啦！不念佛几有创意，几够唱。有2分钟就整到过啦，只翻2分钟你整鱼生就得，认输啊靓仔！好难讲，原来系内力加速提高温度，使到原本要等7749个钟嘅佛跳墙，加2分钟之内就搞掂。请问大师，一生人食过最好食嘅系咩嘢？施主，这个问题应该要问回你自己。问我自己？没错。大师啊大师，你跟谁说话？这些是千里传音。
阴真经。错，呢招系黯然销魂手。黯然销魂手？呢招系施主由心而发嘅自创招式。有一日，我见到施主好黯然咁喺度唱歌。心有何憾？为娇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我见施主佢痴心一片，所以我就原谅咗佢。估唔到大师都系性情中人。由内功炖成的佛跳墙，不但火候十足，而且浓得嚟唔滞，胶得嚟又唔漏，九种材料均为极品，足足有九九八十一种变化。不但香味层次不同，而且可以浑然一体，不愧为超级无敌海景的佛跳墙。呢碗系黯然销魂饭。你老醒你叉饭叉饭啦，加多只荷包蛋俾尽你咪22蚊碗，揞咩燃烧咩云饭啊？咪懒又型啊，靓仔！荒谬！我够胆讲句，喺我面前冇人够胆讲话懒又型，唔该你静啲。在纤维里面好像江河汇聚咁样，连里面的筋脉被内力打碎，入口极之松化，再配合埋火云掌煎成的溏心荷包蛋，咁叉烧真系好味道，尘世间冇嘢可以形容得到噶。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做咁好味嘅叉烧，我哋系成班点算啊？咦？是什么来的？为什么我会流眼泪的？有一种哀伤感。是洋葱，我加了洋葱。实
再睇点睇啦，原来系洋葱嚟嘅。嗯，呢碗饭食到人感动流泪，唔怪得知叫做黯然销魂饭啦，实在太黯然，实在太销魂，实在太好啦。如果不是我老公不生性懒惰，被他们捉了黄脚鸡，我又难倒贪心，被他们捉到我打牌出老千，最惨的就是叫大佬，连我个乖仔都被他们踢埋入黑社会，咁多通脚被班人揸住嚟要挟我。今晚个食神系汤啊！我何国只系食神，我咁耐嘅始终系咪要俾我？根本就冇食神。吓咩话？或者人人都系食神？咩话？我讲咁多，班长。老豆老母阿哥细佬条女条仔，只要用心。咩话？都可以系食神，条友输到黐咗线啦，我开白车啦。食神归位，神仙降世啊！有冇咁多神仙啊？有，福
系举头三尺有神，其实通街都系神仙。咧，圣诞老人啊，都系神仙嚟噶。你都越讲越离谱啊！咪住，神仙唔啱，听咪讲翻因缘。我系想睇讲，佢为因缘天注定。有咁嘅事？唔系啩？真系啊！我哋唔去睇比赛咧，都系佢叫嘅。怕你分心啊，不是吧，真是啊，得子弹呢被他金牙挡住，不但止没死到，医生又帮他换埋棚牙，顺便磨埋块面，执返企你个麦头添啊，不是吧，真是啊，都嚟緊啦，啱唔啱睇啊？哇！啱唔啱睇都讲句嘢啊！事到如今讲多无谓啊！俾翻你。喂，死啦！爆曬缸添，係喎，救命啊！